我靠，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你醒了呀，79号技师为您服务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我？你喝醉了就往我身上靠，还好意思问我？要不是我碰上你，早被人扔了臭水沟里去了。怎么会？我明明找的是代驾呀。是啊，是找的代驾呀，这不找我身上来了吗？你怎么会去当代驾？喝的没醒吧你？我半夜喜欢兜风，不行啊。那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我倒是想把你丢那个马路牙子上去。是你喝醉了说什么去什么浪漫夜巴黎，就把你带来了吗？是什么？我这种地方我没来过，我这洗发店去吧你。行吧。哎呀，工作没了，人又倒霉。哎呀，这日子什么是个手头啊？这。喂，拉拉够了没有啊？你个小水还不出来？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催拉个屎不催。本事不大，脾气倒不小。行，别说。哎，不是你怎么了？合同我也同意签了，那兼职费我也给你了，你还哪儿不满意呀、啊、你？我正打算跟你说这个事儿呢，合同咱们就先不签了。不签了？你工作不做了？是啊，嫌那个公司太小了，没啥前途。真的？那不然呢？我还是想去大公司，那发展也好一点。那我倒要恭喜你脱离苦海了。是啊，本来我还想着我助理缺个位置，还能把你招进来。啊？哎，我可以啊，我愿意。Yes I do。我跟你求婚呀、啊，你还 Yes you do 了？我们公司很小的，你不是不想去小公司吗？我没那意思，我那意思是我不是嫌那个规模小，我是嫌那个老板他的格局太小了。挺会变脸呀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一想到能为双姐你做牛做马，我那个心呢，我就……你别恶心人了你啊！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这周末呀、哎，大哥，你下周来报道吧。啊、哦，行。刘帅，好久不见，上次存的那瓶精油要不要帮你拿过来？不是我。